而家都係好灰心，或者好沮喪。我亦都可以喺度再潑多一下冷水。呢種灰心、沮喪、無力感，未來咧可能會越嚟越強。但各位，你哋要 keep 住你哋入邊心入邊嗰股憤怒。你今日睇到建制派梁君彥，佢哋係用咩手法去摧毀立法會、摧毀香港？而我幾可肯定，喺不久嘅將來，佢哋會用更加乸詐嘅手段去通過香港23條。嗱，各位，而家今時今日，你睇到香港發生咩事？好多年前在反高鐵的時候，我都是剛剛出來加入社民連，都有很多千人出來反高鐵塞馬路。這場仗我們打了這麼多年，到了今天，很多的抗爭者拉都是拉，鎖都是鎖，我們的民意代表的議員被他們 DQ 踢走。就算是沒有被 DQ 踢走的，梁君彥都可以不給他們去開會，現在是完全不理程序。如果你看到今天就住一地兩檢的一個議案，他們都可以這樣做的話，你試想像下未來23條，他們只會更加懶惰。而我今天在這裡再跟各位說，不要放棄，就是我們沒有本錢放棄。我成晚咧，我都冇人特別出嚟去講嘢，因為始終都係留翻俾啲議員去講下今日議會入邊發生咩事。而我今日成晚喺度咧，同好多朋友都傾偈，好多人都係有一個睇法，就係話好沮喪，有冇搞錯？又或者同埋喺度話，今晚點解咁少香港人出嚟？點解咁多年之後，今日居然可以俾建制派絲絲然通過？嗱，呢個就係對香港人嘅考驗同挑戰。而各位，你哋今日老實講，如果輸嘅，係咪先？你哋都企出嚟，所以唔該，要鼓勵自己，唔好睇低自己。呢個係真嘅。各位今日係如果輸啊嘛。你今晚如果去吃飯的話，他都會過的啦。你今天站在這裡的話，他都是會過的，我們看著他過的嘛。那為什麼我們站出來？就是我們不可以被建制派這麼得戚，這麼得情。而各位，我亦都再次潑冷水。為什麼後面那班人，珍惜群組那班人，收錢的嘛，為什麼他們可以這麼肆無忌憚呢？不是收錢就當然了。以往啊，無論反高鐵啊、反財政預算啊，咁多年來嘅抗爭，只要我哋人多嘅話，佢哋班友咧就6點收工嘅。跟住下一次我哋少啲人，佢哋咪9點收工咯。跟住之後而家啦，建制派話諗住原來踢走你議員唔開會嘅話，喂，原來都係咁啫喎。喂，你都冇人出嚟嘅咯，差唔多咯。咁佢哋點啊？咪同我哋喺度，佢哋又開 OT 啊？咪喺度鬥到最底咯！建制派都係咁樣做嘅人。嗱，所以各位，而家歐樂軒落翻嚟啦，交翻個時間俾歐樂軒，快啲靠你啦！而家開唔到麥，其實咧又唔使太灰心，因為咧到我又未有冇聲啊，其實又唔使太灰心。我啱啱行出嚟嘅時候，我望到佢哋，其實都不過係跳梁小丑啫嘛，係咪啊？我數佢哋都唔過10個人，喺度搖旗吶喊，個鏡頭望住。我好簡單問一個問題啫，我係電視台嗱，我哋好多謝好多傳媒朋友咧，去到而家都係即係都係繼續採訪住我哋傳媒嘅朋友。啱啱又影住啊！佢哋呢班跳梁小丑幾個人門可羅雀，走去慶祝一地兩檢通過。但係我哋仲係有為數不少嘅市民，今日大家都係喺呢一度係關心我哋香港
點樣樣被呢個一地兩檢、割地兩檢嘅方案蹂躪嘅係咪啊？冇錯。咁所以咧，儘管我係五個議員入面其中一個係喺審議呢條方案嘅過程裏面係被趕出議會，但係我同埋好多嘅議員喺今日都係盡量嘗試翻入去議會，以及落到嚟同大家一齊經歷呢一個時刻。我希望大家記住一點好重要嘅，就係我記得即係睇以往咧有啲即係電影啊，佢講咧即係如果嗰啲咩你有冇睇過蝙蝠俠啊？就佢咧有啲時刻咧見到個社會好不義，咁啊佢同阿羅賓漢咁講，佢話佢話你用佢啦，就係點解咧？就係話我哋今日，我相信大家見到咧咁不義嘅事情，亦都見到種種發生嘅一切。我希望大家記心，當我哋面對住嚟緊一定係唔容易行嘅民主路嘅時候，用佢啦，用今日呢個怒火嚟到去一齊行往後嘅民主路，我哋一齊撐落去好唔好？我希望大家等一等一啲時間，因為咧我哋有好多嘅議員係喺立法會外面咧，係嚟到去撲緊麥接受緊傳媒訪問。咁咧，我啱啱咧亦都係想同大家講，阿陳淑莊議員啊，等等咧，佢哋都係嚟到去即係會出嚟同大家講幾句説話嘅，係啦。咁啊就係啦，咁啊大約陳淑莊議員就話會到集會現場，咁啊佢哋而家咧應該係接受緊傳媒嘅訪問。咁我自己咧都係希望喺度咧同大家講兩句好重即係好重要嘅消息。其實啱啱我都有講過啦。第一就係我希望大家唔好因為一個議案喺立法會嘅通過而感到灰心，因為我哋對於一地兩檢乃至到好多踐踏一國兩制嘅所謂，其實並唔係今日就已經完結噶。並不是過了今天跟住就話啊，我哋咧再關注啦，或者一個即係咩咩咩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唔係，因為有關一地兩檢嘅爭議，去到我哋呢個位置都係未完嘅。我哋會有我哋嘅議員嚟到去做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大家記唔記得？啱啱啊，尹兆堅議員佢咁樣講噶嘛，佢話佢同阿何俊仁研究緊啲法律意見，咁咧就要研究一下究竟無論係一地兩檢嘅方案，乃至到議事規則今次大口狗啊，我永遠唔會即係唔中意嗌佢梁君耀，嗌佢大口狗啊，係啊，正一大口狗。咁啊，大口狗就喺我哋嘅立法會做咗好多不公嘅裁決，我講過佢要找數啊，係咪啊？出得嚟行，預咗要玩啊，係啊。咁所以出得嚟行，預咗要玩咧，我哋係一定會要去找數。咁所以我哋講緊嘅司法覆核，唔僅僅係講緊一地兩檢嘅司法覆核，更加係要覆核梁君彥是不是？覆核大口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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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核大口狗。这些呢我们一定会很细致地样去找当中的法律意见，继而我们是会做好司法覆核的工作，是不是？第二，我哋嚟緊都講咗話民主運動，唔係只係講緊喺議會入面議員嚟到去投票咁簡單，更加唔係我哋講緊議員喺立法會入面發言就係民主運動嘅全部。民主運動嘅步伐係靠你同我一齊行落去，係咪？
所以我希望大家今日真的不要灰心，因為我們在立法會裡面，雖然大家看到是有很多問題，是遭遇到很多我們艱難的狀況，但是我們依然有我們的社區、我們的民間、我們很多不同的專業團體，其實都是在一個抗爭的局面裡面。所以我希望大家，無論在你們的社區，無論大家是在什麼東西的社會運動場合出來遊行、出來集會，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撐下去，可不可以答應我？好，多謝大家。好，我都很希望這些掌聲不是給我的，是給這裡每一位大家出來參與今次集會的朋友的，因為我們現在的確是在社會運動的低潮，而個低潮亦都冇人想嘅。我哋有好多嘅抗爭者，我哋有好多我哋嘅朋友。我相信在席各位嘅朋友好多都參與過雨傘運動，好多都參與過過呢幾年我哋嘅社會運動場面。我哋既然見識過最光輝嘅時代，但係好多去到今日，哪怕冇出嚟，哪怕係喺監獄裏面，哪怕他們是遭受到多少危難的都好，但是大家都曾經是佔領運動的戰友。我們說社會運動的戰友，就是說一個字，就是 solidarity 團結。我們希望我們大家都是一體的，既然是一體，就應該我們要繼續撐下去，好不好？好，我們很希望大家是可以繼續撐下去。跟住落嚟，我哋未來將會最近嘅一個關口，亦都係七一遊行啦。七一遊行，我都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啲消息，就係我哋民陣啲朋友咧，大家都係傾緊嗰一個嘅所謂不反對通知書啊咁樣。咁因為好多團體又要擺街站啊，咁同啲路線咁樣。咁而今年嘅路線咧，亦都可能未必係同以往一樣嘅，因為那班咁嘅人渣，即係嗰啲咩鄭耀堂，係咪啊？揸車又要撞人嚇，咁啊，佢哋又要霸場，咁霸場，可算呢個場，你用你嗰啲乸渣嘅手段嚟到攞圍院，咁但係我哋香港人其實喺七一都係會照樣行出嚟，係咪？係。所以我對大家很有信心，我也對很多今天沒有出到來但是很關心香港民主發展的朋友，我是很有信心。大家去到7月1號的時候，無論路線是怎樣，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嘛，大家都是會願意出來來到去參與七一大遊行嘅，係好，我哋希望大家可以夠努力。我而家我哋咧睇睇我哋大會嗰邊咧，佢哋議員嗰個最新狀況先，好冇？俾少時間我哋，好冇？好。反對各地兩檢，反對各地兩檢，反對
反對割地兩檢，反對割地兩檢，跳梁小丑，跳梁小丑，成班都是跳梁小丑，大家是不需要跟他們一般見識的，因為這班人就好像剛剛阿哥說了，是賣港差，是不是賣港差，不就是好像剛剛跳梁小丑幾條友走去那裡在那裡沒來沒去這樣咯，是不是對了，我收到最新消息就是他們就快傳媒採訪完畢下來了，是的，如果大家想他們再跟大家說什麼話的呢，大家可以留一留在這裡，是的，今晚呢，即我相信大家是都有些朋友可能遭遇過啦，但是呢整個集會基本上都是後面那班人在吵到不得了，但是我們有我們的集會質素，後面有後面的放肆，我們不需要跟後面放肆的人來到去一般見識，是不是啊，我們等多等啊，他們的很多位議員也就在下面，有些市民就比較擔心，他又說現在立法會呢基本上是那個抗爭空間的確是不容易，我自己大家都知道我在三月以來就入了立法會，也一直在摸索緊其實有多少的就是那個可以去做抗爭的空間是做到多少，我自己都覺得因為現在呢基本上你碰一碰保安，他們又說你咩咬親他啊，又說你整傷他咁樣，然後又走去報工傷啊咁樣，咁有啲係真，但有好多根本就唔係真。咁啊，但係咧呢啲衝突場面咧，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咁但係咪代表冇咧？咁起碼喺尋日個會議，點解我會俾人講出去咧？個原因係我行到喺陳凡後面啊。咁因為你知咧，我哋嗰度咧民主派嗰邊咧係右邊噶嘛，咁政府又坐喺左邊噶嘛，咁然後咧我就趁即係嗰度好亂嘅時候咧就行啊行去啊，由邊度行到去喎？咁我啲保安又冇攔我喎，係啊，其實我懷疑保安有份放水俾我。咁但係點都好，我總的來說，咁咪行到去陳凡後面，我話喂陳凡，我嚟到你後面啦，啊反對一地兩檢。你不要以為你一路讀就得啊咁樣，咁啊一路唔理啲人咧，一路喺度照讀啊嘛，行到去後面啊嘛咁樣，咁舉曬牌咁樣啦，係啦，咁我嗰陣時係基於一個乜背景嚟做，咁有啲記者就問我，係你掟佢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又唔好記得我掟佢又可能有啲官非咁樣，咁但係我諗要小心，所以我哋要小心，因為咧喺呢個位置，我都希望同大家講就係話，而家喺立法會裏面咧，做呢啲事情，做抗爭係要好小心，因為最嚴重咧，佢就揾辦法去 DQ 你，佢揾辦法去即係去質疑你啊咁樣樣，咁所以咧，我都可以同大家講，我哋會好小心去處理呢啲事情，因為最緊要嘅係我哋可以夠為大家喺立法會入邊。頂到幾多得幾多，可能我哋好多事情未必能夠係同大家頂到好耐，但係我哋至少可以嚟到去頂嘅都去頂，可以嚟到去提出異議嘅，我哋一息尚存都係會提出我哋嘅異議。咁呢一個，我相信亦都係我哋最重要嘅一個我哋嘅任務。當然我亦都好相信，單係講議會咧係唔夠嘅，更加要講嘅。是我們和民間的連結，即我和大家一起來走這個民主運動的道路，包括了是令到有更加多我們有心去加盟社區的朋友，是在社區裡面加盟做更加多社區的工作，讓到民主運動的種子是在社區裡面繼續發芽，是不是？
好，我哋再睇睇佢哋幾耐啊？等等啊，等等，我哋睇睇下。好講啊！你啲消息一定好精確。有冇市民講幾句啊？兩檢嘅工程已經浮出嚟啦，係咪啊？嗰啲咁嘅，真係離譜嘅真係。嗰啲咁嘅，嗰啲嘅鐵枝啊，嗰啲咁，喂，你有冇條剪斷佢？哇！你係咁都得嘅，喺香港啊，真係冇可能嘅事。即係快衝車啦，叫佢將大陸嗰啲狀況啊，叫通車啊！哇！真係咁樣，邊個不嚟算數？嚇、啊，係啦，跟住冇牆，冇牆咧就起伏啲。嗱、啊，你起完之後，你而家你即係得噶嘛，要撐在你再起伏嘅，係啦，冇錯。咁而家咧就傳咧一路咁樣消息又話，喂，你嗰啲咁嘅高鐵得其實發得幾多啫？唔發得幾多，又貴，諸如此類，係咪？係啦，咁啊。到時啲巴士點又唔知道，到時啲票價貴又唔知嗱，仲有你方案過關咧出現問題嘅時候咧，喺香港買唔買？就係我哋講嘅説話，我哋講嘅預言，我哋講嘅禍害將來禍害咧，一一浮現出嚟，一一兑現。咁啊，邊個贏邊個輸啊？我哋贏，係嘛？即係如果佢哋聰明嘅。啲嘅，如果佢哋聰明啲，真係為香港嘅，就唔好搞呢樣嘢啦。好，我哋歡迎我哋咧啲議員啊。嗱，小弟咧就做過議員，做過幾年咧，做議員真係好辛苦噶，好辛苦嘅嚇，係、啊、啦。就冇錯，有時有啲嘢我哋又會批評下，但係咧，我哋真係要鼓勵佢，唔好欣賞佢啊。好多謝。好，我哋俾時間好幾位喺議會入邊嘅議員，咁啊嚟再同大家分享下。我想很簡單，大家都留到咁夜咧，好感謝大家，好感謝，好真係第一就要感謝大家，即係有咩咁辛苦啊？一嚟係應該要做，二嚟咧真係唔敢講話辛苦，係咪？因為應該要做嘅嘢，大家好感謝你哋，因為你哋今晚。不辛苦，不要再說這樣了，即是大家多謝你們，因為都是有你們在這裡的支持，我們都知道你們這麼關心，我們才有這個動力在裡面繼續去爭取。這個結果其實都知道了，本來都知道了，但是沒關係，我們雖然知道的結果，但是你更加重要是過程，我們的過程裡面看到政府如果你真的那麼有信心，這條條例又那麼好，對香港經濟發展又那麼好，這樣那樣使不出到這些哪吒招呢，是不是？所以呢，請大家繼續下去，繼續堅持，繼續將這個信息告訴其他人聽，你說喂，他若果那麼有信心的，使不那麼古靈精怪，使不出到這些骯髒邋遢的手段，什麼東西都出了，就是證明他掂咯，證明他證明佢係冇信心，證明呢條條例真係係會傷害我哋嘅一國兩制係違憲嘅。好啦，咁我哋放長雙眼去睇，我哋一定會喺議會入邊繼續努力睇住佢點執行呢啲咁嘅高鐵，點執行呢啲咁嘅一地兩檢。咁但係請大家都繼續將呢個信息
攞出去社區入邊，話俾市民聽，即係好簡單啫嘛！真係又係啦，你我個仔又好，我個細佬又好，即係好有信心，大家係做政治嘅，冇錯嘅，使乜咁樣做啫？使乜用到呢個咩辣招啫？梗係佢自己心虛啦，就係咁簡單啫嘛！使乜諗到咁複雜？使乜睇咁多咩法律啫？係咪？所以請大家幫手，令到整個社區都唔好唔記得今晚。一定要記住佢，記住佢哋幾咁離譜，記住佢哋幾咁喇喳，我哋就知道我哋最終一定會勝利。同大家好坦白嚇，好感激嘅，你咁夜都仲留喺度，就好多時都聽到話，哎呀辛苦曬啊咁，我哋梗係客氣咁講話唔辛苦咁嚇。今日我係覺得好辛苦啊，我真係好攰啊，真係非常吃力。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想同大家補充咧，就係、是我哋當然有鬧梁君彥啦，話佢可恥啊等等嚇。但係即話陳凡離開立法會嘅時候咧，就朱海迪啦、萬邊、Gary 係范國威係啦，同埋我咧就我哋喺陳凡身邊咧係繞揚，就話陳凡可恥。政府無賴，我就是今天雖然很累很辛苦，但是我自覺呢是出了一口烏氣，現在舒服了，多謝。我呢就都有少少辛苦，不過呢我都是這樣想的，但是我的辛苦都比不上你們辛苦，你們的辛苦呢都比不上立法會被人廢了武功那麼辛苦，立法會被人廢武功那麼辛苦呢都比不上我們香港社會的未來那麼辛苦。我想我們大家都是走著一條苦路，大家都要承認我們大家走著一條苦路，在苦裡面呢是令到我們走在一起，越苦我們越要走在一起。如果我們 要檢討說我們一地兩檢有什麼做得不夠好的時候，是可能我們做得不夠一齊，在接下來還有很多場的辛苦的戰役，我們唯有就是提醒自己，我們要認更多更多更多的人走在一起，這個就是辛苦得來都有價值。我想其實辛苦是好的，因为呢我最怕的是麻木。我们辛苦呢因为我们着紧，我们心痛因为我们爱锡，我们有些东西要去保护，我们珍惜，我们愤怒因为我们有原则，我哋識得分是非白黑白。我最驚嘅就係有一日我哋唔再辛苦，唔再憤怒。我最驚有一日我哋漸漸習慣。所以有你哋出嚟，我哋喺入面唔會習慣。我哋互相提醒，我哋要提醒香港人，我哋絕對要繼續辛苦落去。同佢撐到底，撐到底。大家好，都係好感謝大家。我覺得我哋作為反對派啦，我承認我係反對派嚟。啊，一個反對派，其實從來都係唔使怕俾人哋標籤為反對派喎，因為我哋真係反對派嚟。因為反對派就有一個反對派的型格，同埋反對派的擺出嚟的姿態，就係咩咧？就係令到嗰啲主流派控制權力嘅人咧，就算可能佢成就咗一件事，佢覺得啱嘅時間，我哋覺得錯嘅，但係佢哋都要周身唔聚財。同埋佢哋一路，我哋個責任就係要令到佢哋感覺到有好大嘅力量
係挑戰緊佢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嘅責任。我所以同阿 Miss Mo 一樣啊，我就係好感謝頭先 Miss Mo 建議啦，即係去搞下陳凡啦。即係我覺得佢太得戚啦，係咪？一個官，我哋唔可以俾佢得戚嘅。一個官一得戚咧，佢會點咧？咪再過分啲咯，覺得自己啱啊嘛，係咪啊？佢頭先居然話，佢話大家只要搭下高鐵就會感受得到嗰個一地兩檢嗰個好處，同埋咧佢係幾咁符合呢個法律咁樣，即係咁樣嘅人，居然係嗰幾廿萬人工係幫我哋話捍衛香港人嘅權益嘅，咁我哋未來盡好反對派嘅本分啦，唔好怕輸，但係我哋嘅道理要企得硬，一路要班保皇黨嘅走狗奴才賣黨賊，要佢哋咧冇人好過。其實可能大家有聽到我講嘅咧，可能都已經好悶啦，係嘛？因為我由舊年一開始出咗一地兩檢嘅文件之後，到今日我都不停咁樣就住呢一樣嘢講。其實可能講嚟講去，大家聽到係三幅皮、四幅皮，但係其實點解我會不停重複？就係因為政府真係未解決呢啲問題嘛。而政府出了問題之後，我們再加上港鐵這個獨立王國也都不停地出現問題。如果真的好像超雄那樣說，有一天我們習慣呢，我想我們不會再有集會，因為已經不可以再集會，我們不會再有言論自由，因為我們根本只是會說他們準我們說的話，我哋亦都唔會再有思想自由，因為我哋已經被徹底洗腦。今日點解我而家把聲變成咁咧？本來夜晚都好少少嘅，因為臨完之前咧，都要嗌多兩聲招呼阿梁君彥，係嘛？係。嗌多聲。因為梁君彥今日徹底破壞咗一路以嚟我哋立法會嘅尊嚴同埋歷史，千古罪人。啱啊，你講得一啲都冇錯，係徹徹底底嘅千古罪人。林鄭同陳凡要做奴才，再加埋啲議員，梁君彥就係奴才嘅奴才，心甘命底，仲要搏老命。但係到咗今日，我亦都唔覺得我哋嘅工作係完。其實咧，我哋好快就會有一個就住高鐵一地兩檢又有一個委員會開。但我希望大家記得要特別留意，今日可以咁粗暴去通過一條條例，以後我哋會有更加多通過得更核突嘅條例。但係手法係一件事，但係暗瓦底佢哋可以做好多嘢。好似國教咁，當日佢要硬推國教，跟住而家就拆檢暗瓦底攝錄啲文字當中，慢慢走去改歷史，慢慢嚟洗你腦。今日我哋見到用咁核突嘅方式去通過條例，佢哋唔單止要咁樣攻擊法治，佢更加要例如用國歌法去衝擊我哋用根本係跟翻普通法嘅草擬嘅方式嚟去連法例成文法都要去衝擊，跟住再衝擊我哋嘅司法制度、法庭、法官，我哋一層一層被挑戰，而我哋嘅法律、我哋嘅法治、我哋嘅司法獨立係好似俾人剝光珠咁一層一層咁剝。今日我哋要特別留意以後發生咩事，大家要記住，今日除咗今日係最可悲、最憤怒、最黑暗嘅日子之外，今日要記住啊！如果當今日你都可以接受嘅話，以後冇香港噶啦！香港人加油啊！我好似過去好多場仗咁樣。我哋不斷係遭受到挫折，
打輸仗，投票輸了，面對著這些制度暴力一次又一次，很多時投完票離開我背後的立法會大樓都是頭耷耷，很不開心，我想說是一點都不容易面對。但是當Tanya剛才跟我說集會下面還有朋友在這裡，還有市民在這裡，我是需要走下來，很感激大家來參加這個集會，因為你們給很多的支持，令到我們知道我們打每一場仗都是有意義的，即使是每一次頭耷耷離開這個的立法會大樓，我知道明天睡醒我們又要回來打仗。我強調高鐵我是根本性地反對的，除了是破壞一國兩制、違反基本法，在經濟效益上面、在時間效率上面、在肆意地講求或者盲目追求這個中港融合上面，這條廢鐵、這條歸鐵、這條膠鐵都是不值得的。所以還有很多的首尾我們要記住，高鐵在試行的時間都已經發生這麼多問題，我們差不多可以寫包單，接下來是會有更加多的問題，是一個接一個這樣去爆。所以我們還有大量的工作，我們知道面對現在這個體制敗壞，建制派、保皇黨、特區政府、北京政府是去要將香港的體制敗壞，將香港拉入沉淪，但我們是做得多少得多少，即使是涉腳石的角色，但我們覺得只要是對的，只要是守護香港，只要是維護我們的核心價值的話，我們都要做，是不是？是。我們代議士大家選過來出來，我更加覺得我們沒有資格投得得，我們只知道要繼續打仗，為大家、為香港、為我們的核心價值繼續打仗，好不好？好。感謝大家，加油。反對割地兩檢，反對割地兩檢，捍衛一國兩制，捍衛一國兩制，反對割地兩檢，反對割地兩檢，捍衛一國兩制，捍衛一國兩制。再次多謝大家今日出席今日的集會，多謝大家。好，我宣布今日的集會結束，多謝大家。